常生活裏面咧，每個人都好懂得保護自己身體嘅。天氣凍就會著當然冷衫啦，出晚太陽咯噃，戴太陽眼鏡啦。落雨嘅時候就會擔翻把遮。其實喺工作環境入面咧，我哋亦都應該要好好保護自己。譬如話一個工人要長期逗留喺一個影響自己健康同埋安全嘅環境入面啦，又或者喺工程控制方法唔可行嘅地方度做嘢咧，就一定要正確咁樣佩戴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啦，同埋要留意周圍嘅安全措施以減低危險性，咁就可以喺個安全嘅環境之下做嘢啦。職業安全健康局屬下嘅建造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咧，就特別為各位建造業嘅工友拍攝咗呢一套個人安全防護方法嘅錄影帶。目的咧，希望各位工友明白到同埋咧，学识正确使用个人安全防护设备以及佩戴佢哋嘅重要性嘅。大家唔好睇我呢套个人安全防护好难做嘅，其实唔同嘅工种咧，系需要唔同嘅个人安全防护装备，咁就可以确保你开工嘅时候，尽量减少受伤机会啦。當然要有安全的工作環境就一定要有好的工程控制，個人防護設備對於你來說就是維持工作安全和健康的最後防線。如果你不好好利用這些設備，長時間來說除了對你身體有影響之外，還會危害性命，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的。我叫阿富，做緊酒樓二廚，我份人冇乜特别要求啦，唔使大富大贵，只系想衣食无忧，冇事生活得开心就够啦。事关佢哋喺内地已经成六七年，既然可以申请嚟香港一家团聚，我系有责任令大家幸福落去嘅。买个大啲，你睇下，成间屋摆满晒公仔啦，边有地方摆啊？我哋搬间大屋，咪就为挤公仔啦。买间大屋。过来，快点过来。自己有哮喘啊，就唔好笑得咁緊要啊嘛。哦。喂，系。啲酒楼无端端闩咗门喎 ，call 老细佢又唔复机，佢连屋企都搬埋，我睇老细今次真系走咗佬。咁点算啊？其实我唔敢妄想，只系希望入翻酒楼做厨房嘅工作，点知我就失业咗半年，真系天无绝人之路，竟然可以撞翻个旧徒弟。佢依家帮地盘倒垃圾，生活都过得去。虽然倒垃圾好似有啲唔系好光彩，但系人始终要生活，老婆仔女要开饭，唯有硬住头皮。咁啊，我赶住过去另一个地盘，人哋好赶噶。帮我走啦，咪下昼开唔到工噶啦。咁啊，不如我留喺度帮你走啦，好唔好？阿财你过去先啦，咁我搞掂呢度啲嘢，咁我就滚过嚟啦。唔该晒。可能真系好人有好报啦。自从呢次帮咗判头倒垃圾之后，佢特别关照我，叫我跟师傅学建筑。真系估唔到，唔到厨房会学人做建筑。平时睇人做建筑行业，以为好容易上手，原来一啲都唔简单，仲好危险添。听罐头话喺高空工作，冇做足安全措施，好易会跌落嚟受伤，仲分分钟死人添。所以罐头第一件事就系教晓我用安全带。我都知道自己唔做建筑，
所以更加留心学点样用，而且日日开工都一定先检查一下安全带有冇问题。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到你啦，嗱，谂咗要罚噶喎，嗯？小朋友，公狗话要搬入嚟照啊，得唔得意啊？好得意啊！嗱，阿姐咧就细佬嘅，公狗咧就家姐嘅。爹哋啊，不如起层楼俾公狗住啦。好啊，打横知唔知啊？三个食三个横，咁先稳阵噶嘛，系，嗯，系，冇错。好啦，到我啦。系啦，嗱，狗仔要搬入去住啦噃，小心啲啊，爹哋。嗱，工业安全咧就要做足，受伤意外咧就冇记录。爹哋，快啲救翻狗仔落嚟啦！俊俊，爸爸翻工啦噃，拜拜。睇妈咪话咧，啲口齿药用晒，你记得帮我买翻啲个。O K。拜拜。拜拜。虽然地盘工作都几辛苦，又比唔上以前咁好人工，但系一家人可以继续开开心心生活，点样辛苦都系值得嘅。我先去旁边找住佢啊！哦哦哦，啊，教授，阿四，我电话打。喂，阿夫啊，上手啦！扣住啊，就知死你噶啦！下次啊，记得绑好安全带啊，条命嚟噶嘛！我翻啲咩啊？今次得翻条命仔咧，就全靠个人安全防御做到最后防线。现时劳工处嘅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导员规例规定咧，承建商喺固定100名或者以上嘅工人喺地盘做嘢咧，就一定要有个全职同埋经过注册嘅安全主任嘅。如果废死20名或以上嘅工人喺地盘做嘢咧，就一定要有一位安全督导员负责提供地盘施工嘅安全意见啦、安全训练事务同埋个人安全防护嘅。呢位咧就系地盘安全主任啊，冼生啊，好啦，冼生你好。喂，我今日嘅装备咧，算唔算符合安全标准啦？符合安全标准咧，唔系睇你带咗几多嘢或者着咗几多嘢身上嘅，其实睇你识唔识有需要嘅时候咧，都系适合嘅防护用品，唔系要识得点样正确使用呢啲嘢。先生讲得好啱啊！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到地盘睇睇实际嘅工作环境入边，点样做好个人安全及健康防护啊？喺高空工作嘅人咧，最紧要咧就喺安全同合适嘅工作台上面施工。咁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咧，就唔可以咁做嘅。咁就一定要戴安全带啦，因为呢个系唯一一个方法咧，系减低你工作上危险程度嘅。呢两位仁兄睇嚟戴咗安全带都冇影响佢哋嘅工作啊，而且安全感大咗，做嘢上嚟轻松啲。
不過他們的安全帶就好像沒有靠在適當的位置上面。安全帶的作用是當意外發生的時候將下降的人扯住，所以安全帶的扣就要扣在穩固的支架上面。如果接觸的地方比較尖鋭，還要加上保護，以免安全帶造成磨損。而連接安全扣的繩的長度要控制下墮距離不能夠超過2米，記住要高扣低用，因為下墮的時候所產生的下墮衝力可以減至最低，令工友減少因為下墮而受到衝力的傷害。為了起到有效的防護作用，安全扣一定要扣在正確的位置上面。現時市面的安全帶一般有降落傘式和腰帶式兩種。根據專家計算，一個大約200磅重的人如果向下墮2米，就會產生大約1噸重的衝力。安全帶的作用就是將下墮的距離縮短，減低衝力。而且人的胸骨和細胞只可以承受大約60磅力，而降落傘式安全帶的設計比傳統腰帶式安全帶更加能夠將下墮的力度分散在身體各個部分，避免發生意外的時候胸骨和細胞嚴重受傷。而腰帶式的安全帶仍然是建造業工人最常用的，它的結構分為腰帶、繩和扣三個部分。使用之前，我們首先要檢查一下條繩有沒有劈口或者爆裂，個扣有沒有彎曲或者沒有彈力呢。佩戴的時候要將繩圈調校至腰部和背部的中位，將扣扣在頭的高度以上一個穩固的位置，這樣才可以有效地減少下墮時候所受的衝力。腰帶式安全帶亦有不同的類型，這種扣就大一點，適合扣在比較粗的支架上面。工人在選擇支架方面要非常小心，通常計算承托力的方法就是將自己的體重乘大10倍，即是說一個200磅重的人就要將扣扣在1噸承托力的地方才夠安全。這種是防墮制動器，是配合安全帶扣上使用，因為它有伸縮能力，可以調校繩的距離，所以可以為工人提供連續性的保護作用，給工人有更大的靈活性。至於安全帶的護理亦都是非常重要，清潔的時候要用溫和的清潔劑和凍水，避免用腐蝕性的溶液和熱水清洗，以免破壞安全帶的結構和斷力。在地盤工作有扣，因為在所難免的，為了保護聽覺就必須要佩戴一些保護聽覺的安全設備。是啦，保護聽覺的安全設備其中一種就是這些耳罩啦。配戴這些耳罩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將太強的聲音減低至不會傷害到你的聽覺的。例如工作環境的音量是超過90分貝的話，那僱主是需要提供勞工處認可規格的保護聽覺設備給工友。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可能會損害到聽覺，會導致短暫性失聰，更嚴重的就會導致永久性失聰，那就沒辦法醫得好了。在佩戴耳罩的時候要盡量將耳墊周圍貼緊頭部，頭帶要夠緊，千萬不要為了一時舒服而用力咬鬆頭帶，因為如果頭帶不夠緊是會失去保護作用的。平時要留意和檢查耳罩周圍的軟膠有沒有硬化，如果已經硬化，保護作用就會減低，那你就需要更換耳墊了。不過在戶外工作再加上天氣這麼熱，工友間唔中都會除下來唞下，其實這樣做是不正確的，因為根據製造商的資料分析，長時間在噪音持續的環境之下工作而間斷地使用耳罩，保護的功效是會降低很多，所以千萬不要間斷用保護聽覺的設備。其實除了使用耳罩之外，使用耳塞亦都是很普遍，因為它體積小，收藏方便。無論你用的耳塞是用完一次就不要，還是說是可以重複使用，在佩戴的時候亦都應該要注意衛生。首先要將手洗乾淨，拉直耳仔，將耳塞慢慢放入耳仔，貼合每邊耳窿，咁先至可以達到隔音、減低音量的效果，保護聽覺。若果是多次使用的耳塞，記得在用完之後清洗乾淨。耳塞是用特別的質地製造，有實際的隔音效果，可以有效地保護聽覺，而普通棉花或者刺紙是沒有保護聽覺效用的。
用唔干净嘅厕纸仲可能会造成感染添，千祈唔好贪一时方便。我几聪明，你顶安全帽行翻顶草帽合唔合规格噶？啊，表面上睇嚟好似好安全，其实咧就非常危险噶。我哋戴呢顶帽唔单止因为佢够硬所以安全，仲因为佢入边咧有啲避震嘅装置。呢啲避震嘅装置咧非常重要嘅，因为当有硬物喺高空跌落嚟嘅时候咧，就唔会直接打中个头部，减低头部受到伤害嘅可能性。咁如果你将呢啲安全装置拆咗嘅话咧，就即系等于冇戴到安全帽，又或者你安全帽下边再戴啲其他嘅嘢咧，亦都发挥唔到安全帽嘅作用嘅。佩戴安全帽嘅时候，亦都要戴得正确，要将头带调校到最适合自己头部大细嘅位置，将头带收紧，令到安全帽得到固定。而保养方面咧，亦都系好重要噶，避免将油漆留喺头盔上边，或者将头盔放近喺高温嘅地方。甚至将头盔改装，如果发现头盔出现裂痕，就即刻要更换。亦都唔好将头盔用嚟做其他用途，因为咁样做系会破坏头盔嘅保护作用。每一顶安全帽都有一个有效期限，记得要按照制造商嘅指示定期更换，咁就万无一失啦。由于不同嘅工作需要，工友可能除咗要佩戴安全帽之外，亦都需要加埋其他防护工具一齐使用。例如护目罩、口罩，甚至乎耳罩。喺地盘入面有好多细小嘅粉尘系肉眼睇唔到嘅，咁好多工人不以为意，以为用啲毛巾求其咁罩住口就可以保护到，其实咁咧系冇作用嘅。一定要用啲特别制造嘅口罩嚟过滤呢啲粉尘，咁呼吸系统先至可以得到保护，唔会受到伤害。而保护呼吸系统嘅其中一种用具就系口罩啦，种类包括有过滤电焊或者系风媒切割金属所产生嘅毒性雾气、粉尘微粒、化学性气体同埋直尘嘅口罩。另外，市面上边亦都有一啲呼气佛嘅口罩，主要嘅作用系使到呼吸嘅时候可以畅顺一啲。由于呼气阀可以减低口罩里面的水气凝聚，使口罩更加耐用。其实我们会因应不同的工作和工作环境而遇到很多种有害的气体，例如过滤电焊或者是风媒切割金属所产生的毒性雾气、粉尘微粒、化学性气体和直尘等等。那针对不同的有害气体，就必须慎重选择佩戴合适的口罩。在佩戴口罩的时候，要依照自己的面型将口罩贴紧面部，这样才可以发挥到保护作用。若果工人在空气质素恶劣需要更大保护的工作环境里面施工，例如是喷油或者使用浓烈盐酸，就需要使用全面罩，因为全面罩可以更加紧贴面部，提供更大的保护效能。另外，以上的工作是会接触到刺激性和腐蚀性气体的。咁呢啲气体咧系会影响到人体嘅皮肤啦、眼睛，以至到整个呼吸系统嘅。所以做呢啲工作咧就唔可以净系靠个口罩，而系需要整个面罩嚟保护成个面部。就系呢啲面罩啦，喺佩戴嘅时候，首先咧要将面罩罩住面部中间位置，然后调节好松紧，将面罩尽量贴紧面部。为咗确保面罩式过滤器有效，过滤器系要定期更换嘅。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长时间使用这些面罩式过滤器或者口罩，就要留意当呼吸受到阻力感到不畅顺的时候要即刻更换。如果发现空气质素不是那么理想，就要设法改进工作场地空气的流通，例如利用足够的通风设备，否则是会非常危险的。而在进行工作之前，必须要检查场地以确定没有存在有毒气体、易燃气体和有足够安全氧气浓度，才可以给工人进入场地工作。另外，在工作期间亦要不停监察场地里面的空气质素，还要和地面保持紧密联络，确保工作安全和健康。如果工程控制方法未能够完全消除危害气体，就有需要使用合适的自供气式呼吸器，供应干净的氧气，亦都减低吸入有害气体的机会。同时亦都要准备呼吸复苏器和急救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平时戴太阳眼镜啊，除咗可以保护眼睛之外咧，仲可以过滤到太阳嘅紫外光啊。咁大地盘工作嘅工友，除咗面对紫外光嘅影响之外咧，有时仲要面对强光啦，甚至乎系红外线嘅伤害，所以一定要有适合嘅护目镜，先至可以过滤到呢啲有害嘅光线嘅，咁先至可以去开工噶。护目镜一般分为防光护目镜同埋普通护目镜两种。防光护目镜就是用来过滤会伤害眼睛的光线和强光。一般的防光护目镜都是有颜色，而选用的物料要抵受得到高温。一般的护目镜旁边都有侧护框，选用特别的物料制造，和前面的镜片有同样的防护功效。而普通护目镜就是用来保护眼睛，防止眼睛受沙石和微细的硬核所撞击。有时在使用化学品，例如一些酸性物质的时候，都需要佩戴护目镜，防止化学品的挥发或者浅射而损害到眼睛。哇，在地盘入面其实很容易会踢到硬物或者踩到铁钉，但是如果你着了安全鞋的话，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了。因为安全鞋鞋头有一块钢片是可以抵挡得住硬物的撞击或者是高空跌尖物件下来整伤脚部的。而鞋底亦都是防滑和是加厚了，里面那块钢片一样可以抵挡得住踩到铁钉的时候防止刺穿脚部。至于经常使用电力工具的工友都要很小心注意个人安全的。除了戴上手套之外，还要用鞋垫来绝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能要用绝缘的地胶，不用用特别的手套工作，例如高压手套。有时做多少少嘢就可以避免极严重的后果的。手呢是最容易和经常受伤的部分，不过如果你佩戴适合的工作手套呢，就可以减低受伤的机会的。好像一般的扎铁工人呢，很容易撞伤和割伤手部，所以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铁甲手套。另外在使用电锯的时候就要佩戴防割手套，就是这种钢丝手套。如果要处理化学品就要戴上胶手套和护眼罩，以免被化学品灼伤。工业安全最重要都是防范于未然，所以每一个地盘应该很仔细地安排好各种工程控制。但当有些情况工程控制起不到防护作用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那就可以减低工作的危险性了。是啊，其实工业安全呢，雇主和工友双方面都有责任的。雇主是提供安全设备给工友，而工友呢就适当地使用安全设备，有问题要即刻提出，条命始终都是自己的，当然安全要紧啦。最重要是双方充诚合作啦，大家做好安全措施，咁开工就自然大吉大利，顺顺利利。啊，安全之后佢着咁多做唔做到嘢啊？唔单止做唔到嘢啊，仲可能会构成危险添啊！其实咧，个人安全防护最重要就系保护身体嘅啫，但并唔代表着得越多越安全噶。譬如话你戴咗个隔音过多嘅耳罩咧，啲人嗌你又听唔到，会影响到沟通，发生危险嘅时候你都未必知道。所以最紧要喺工作嘅时候保持触觉，喺适当嘅环境佩戴适当嘅安全装备。冇错啦，如果工友有任何问题咧，好欢迎向地盘嘅安全主任去查询嘅。我哋都为新加入嘅同事提供工作安全嘅训练，以达到工作安全、工作健康为目的嘅。